我们回来了，赵老师刚才来电话了。 汇报了一下你最近的学习情况，很不像话。一首钢琴曲连续3周都没有通过考试，更过分的是，你竟然还旷课，你都干什么去了？啊，怎么回事？那钢琴曲太难了嘛，多弹几周也是正常。难是理由吗？我看你就是不用心、不用功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厉害，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是？都是你惯的。 你这么不用心、不用功，荒废情谊，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不是你妈妈拦着我，不舍得你走，我早就把你送出国了。也好，我看现在正是时候啊，我下周就给他安排好，再过2周，你就给我去国外。我才不去呢！我要是走了，莲心怎么办？莲心。 有我和你妈妈来照顾，不需要你操心。我怎么能不操心？我要是走了，你们俩能为他考虑吗？这叫什么话？你好好想想你自己的事情。那我要是不去呢？就不去也可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许再回这个家。不回就不回，我还不稀罕呢。哎，老公，哎，老公，快叫救护车！ 怎么样了？